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连乔，我是小布，欢迎收看听听看。哇，这些照片拍得很不错，小布，是你拍的吗？没有啦，我哪有那么厉害。嘿嘿，这些啊是一位爱好摄影的听众朋友借我欣赏的啦。哎，怎么样啊，这些作品看起来是不是很有专业的水准呢？这些摄影作品看起来啊，一点也不输给专业摄影师所拍的。不过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位对摄影这么厉害的听众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其实这位听众朋友你应该也不陌生，只是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在美术和喷漆方面的才华，却不知道其实他的摄影技巧也有同样的水准。哦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点告诉我们这位摄影达人到底是谁啊。他的名字叫做许哲嘉，手语名字是胡子。对了，你猜猜看，从这些摄影作品中你认为他的摄影经历大概多久？我猜啊，就算没有七年，最少也有五年吧，对不对？错，其实他是从两年前才开始投入摄影的。哇，真不可思议，才拍两年就拍得这么好啊！我实在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学的。别急，现在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听障摄影达人和他的人生故事。请看。换上镜头，拿起相机，按下快门，拍下一张张秀丽的景色，珍贵的瞬间。他是许哲嘉，是一位热爱摄影的听障朋友。听障造成的不便并没有让他因此封闭自己，反而更努力。这几年不但在摄影赛中获奖无数，也在无声的世界中展示自己对生命的热爱。只要喜欢摄影，爱摄影就好了，唯一需要的是耐心，因为拍摄的时间很长，可能清晨到了现场，一直到深夜都要等在那里，非常需要耐心。今年50岁的许哲嘉出生在彰化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一生下来就听不到，还有一个姐姐也是先天听障。由于哲嘉从小就对美的事物很有兴趣，小时候很爱画画，高职时开始学摄影。不过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忙碌的工作，让他不得不放下相机。直到两年前，他再次投入摄影世界。看到国外的相片这么美，我心里会有一点慌乱，有一股想要出去的冲动，实在忍不住寄养。自从重拾相机后，也唤起哲嘉拍照的热情。除了积极跟摄影同好交流，爱好大自然的他也常背着相机上山下海，捕捉大自然的各式美景。这天哲嘉为了拍摄3只老梅的绿石槽，特地早起，没想到却遇到封面来临，又是风雨交加的坏天气，但他仍然不畏风雨及寒冷的气候，小心翼翼地走在沙滩和礁岩中，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，希望能拍出有感觉的好照片。大雨过后才能捕捉到这片绿藻的画面，相当漂亮。如果是好天气，雨停了以后，或是有一点阳光，颜色会更绿，就像那边。这片漂亮的绿石槽，其实是因为在冬季东北季风盛行时，浪花滋润了石槽的岩面，也开始滋生石蠢、裂片石蠢和扁石法等绿色的海藻。等到4月份，东北季风间歇，石槽就长满了一大片绿色的海藻。那究竟要如何才能拍出绿石槽之美呢？要看天气好不好，就算天气不好也要去拍，
而且不是只拍一次就够了，要在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去拍它不同的风貌，那就分别会有不同的美了。除了不只拍一次，也要很有耐心等待日出日落，观察色彩的变化，甚至是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、温度、晴雨、景致的变化都很大。哲嘉一直深信，只要秉持着认真的态度，多亲近大自然，刺激创作的灵感，才会拍出大自然之美。不过除了风景山水照之外，哲嘉也对人像摄影很有兴趣，也常参加人像摄影的外拍活动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群人拿起相机猛拍模特儿呢？这是哲嘉参与听人的摄影协会，学习人像外拍的摄影技巧。看到摄影师们与模特儿的热络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，哲嘉要如何与听人摄影师一起切磋交流呢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如果模特儿他没有看镜头，就等他视线扫过来的时候再告诉他，对着镜头微笑或者是换不同的表情，要有一些区别。这里啊，没有，他会多一点眼神的部分，你要所预留的空间，因为这如果像你手摆的跟眼神的是同一个方向的时候，留白的部分就是往视觉的方向要留白，留多一点。哦，没有关系，这边要留多一点，你才可以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啊，了解了。空间呢要留多一点，或者是少一点，啊，好。好，这边你可以留多。好，哲嘉把握每一次外拍活动，认真地向摄影老师和其他的同好请教，即使他听不见又无法言语，爱好摄影的心是相同的，只要比手画脚或是用纸笔画出构图也能沟通无碍。他认真的态度也让老师总是特别的照顾他。老师在跟你说明什么啊？老师说啊，人像最注重整体构图，画面要有黄金比例。比如说啊，人脸呢不能够超过线框。老师说明之后呢，我才知道要把脸放在哪一个位置。构图啊有上下左右，刚刚我照错了，还好有老师指导提醒了我。没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人像，一个是自由题材。然后他每个月的自由题材现在都有投入了，就是蓝雀啊，还有雀鸟，还有其他的运动啊，都有。他很认真，他装备不错。每个月的那个人像都金牌，这个月也是得金牌。有了老师的提点，当然屡屡得奖。哲嘉不仅吸取听人的经验跟技巧，他也加入听障摄影协会，固定每周五晚上下班后在重庆南路的素食店聚会，与一群热爱摄影的听障朋友一起研究切磋摄影技巧，彼此交换创作的心得与经验。你们两位会不会因为对摄影作品的喜好和评论不同而发生争执？有没有？不一定啦，这倒不至于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我的老师和他的老师说法不一样，我们讨论起来会觉得奇怪。但也只能你一句啊，我一句的，互相学习经验啊，让彼此呢都进步。除了每周五晚上的交流外，听障摄影协会也定期举办摄影展，让更多人可以欣赏到听障朋友的优秀作品。
这次哲嘉展出的作品是蓝雀和翠鸟，尤其是擅长捕鱼的翠鸟，由于动作敏捷，很难捕捉到翠鸟俯冲入水捕鱼的精彩瞬间，让它很有成就感。这张啊，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因为拍摄的难度相当的高。我从清晨6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，拍了将近2-3千张左右的照片，才选出1-2张，我比较满意的作品。哲嘉呢，他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照片，有时候会拿来我们这边重放啊，或者是他有问题会找我跟帮他看一下。他们龙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他们会很专心，他们会很专心拍，所以作品拍得很好。就是还是差一点，就是说一般我们构图哦稍微差一点，还有主题没有那么抢眼，有时候要稍微隔放一下啊。有时候我常常会跟他提醒一下，说作品有时候隔放一下，主题才会出来。哇，这张拍得好生动哎，鸟的姿态拍得好清楚哎，厉害厉害。你把这张照片的档案给我，让我放大挂在墙上欣赏。哎，要给我。OK 啊，哎，谢谢谢谢。OK OK。来来来来来，他哦住在我家附近，有时候呢我会去他家，他家有好多台相机哦，可是他都不让我碰，哎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又不会拍，不行。你可以教我啊。教不来啦。哎，我很聪明的，学很快哎。这是你家啊？对啊。哇，这里是工作室，在那边。哎，好方便哦，住家就是工作室，哎，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，非常方便哦。可是太窄了。参观一下。虽然说摄影是哲嘉的兴趣，可是为了现实生活，他必须以自己的美工专长赚钱。以前原本在广告公司从事手工喷画的工作，但因为哲嘉渴望能够有自由的工作时间，所以干脆把工作室设立在家里，也能够兼顾家中的老小。这几年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也改做电脑喷画。我想请教你，你自己成立了工作室是如何开拓客源的呢？以前我在广告公司上班，跟同事都很好。后来我离开，自己成立了工作室，还一直跟老同事保持联系。他们介绍很多客户给我，而且都是同事介绍的。哦，那你运气真好哎，有同事可以帮你介绍。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开拓客源呢？有啊。有，怎么做？比如说啊，设计部的同事呢，先介绍客户给我，还有同事换公司，有了新的客户，也会跟我联系。就算同事离职了，客户仍然会找我，喜欢跟我合作，慢慢客户就会越来越多了。虽然工作室有稳定的客源，但哲嘉依然认真地对待每位客户，即使受到不景气的影响，加上同业竞争激烈，以致获利空间逐年减少，但哲嘉丝毫不敢松懈，仍以战战兢兢的心态来经营。哲嘉他当初成立工作室的时候，收入并不稳定，也有一些风险。那么您是持反对或是支持的态度呢？当然是支持的态度。但是你刚说的还是会担心，收入真的很不稳定。刚设立工作室，收入还不错，案子很多，但是过了10年之后，因为电脑科技进步，市场也日新月异，手工喷画就逐渐没落了，所以收入很不稳定哎。哦，如果没有收入或收入不稳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呢？
会不会跟他起争执啊？哦，不会，那就不要太在乎，因为他自己知道怎么去增加收入，所以我不会去太管他的。哦，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摄影上，哲家的太太秀清总是全然的支持着哲家。他们两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又是台南启聪学校的同学，高中时相互爱恋。小一小二我们考试都是前两名，当时没有什么互动，实在没想到到了高中竟然会交往。长大后啊，他突然跑来亲我，让我晕头转向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都不记得，心里小鹿乱撞，就认定喜欢他了呀。后来哲家跟秀清一起考上台北的大学，毕业后就结婚，婚后生了两个乖巧的儿子，大儿子就读大学一年级，小儿子就读国中一年级。由于哲家一个人肩负家庭经济支柱的责任，因此都是太太跟爸妈在照顾小孩。不过看到两个孩子开心的成长，又能用手语跟自己交谈，让哲家跟太太都觉得很欣慰。我小的时候手语是奶奶教的，所以这样子我跟他们才会比较容易沟通。然后因为爸爸大部分都在画画嘛，他那个时候还在画喷画，所以就可能比较少的时间照顾我。小的时候就是会找妈妈，就是帮忙买参考书之类的，可是妈妈把我的手语听错了，然后就买成另外一种版本的，然后我就会去找爸爸笑妈妈这样子。虽然哲家平常忙碌于工作和摄影，可是到了周末总是尽量把工作放下，陪家人到郊外走走，好好享受亲子之乐，也会带着相机为家人记录出游的美好回忆，增加他跟孩子的互动。那么身为摄影高手的哲家，有没有教儿子一两招小撇步呢？因为看他照影，就是摄影，然后出来的照片都很专业这样子，所以看出来就会很想跟他一起拍这样子。就是爸爸有的时候边照相会教我一些技巧，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学。他常常跟同学到处去拍照，我看到照片啊，就会告诉他要怎么取景。他还小，不用去管画面结构，什么黄金比例之类的，纯粹兴趣拍好玩而已，只是看到就会提醒他。很感谢他，因为他很照顾这个家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专心的去工作，也可以放心的到处去摄影。他一个人在家照顾家里，真是一个贤内助。因为有太太的支持，让哲家无后顾之忧，专心致力于工作跟摄影上，也能四处爬爬照，捕捉各种美景。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精进摄影技巧，拍出个人风格的佳作。你有最想去的摄影地点吗？选一个地方。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很美，都很想去。我希望你能够帮台湾争光，拍出得意的作品，让我们欣赏哦。好的。每年呢，都有听障摄影联展，每年都展出不同的作品，不过我最希望的是有一天能够有我个人的摄影展。那您预计几年后能够办个展呢？这要看作品的水准来决定，还要有独特性、个人的风格才能够举办。预祝您梦想成真。OK， 谢谢啊。谢谢。谢谢。虽然哲家入行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，但他努力不懈地学习各种专业的摄影技巧，试图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梦想，
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，或是花多少的时间跟努力，他总是乐在其中，即使遇到挫折也绝不轻言放弃。因为对他来说，摄影迷人之处在于永无止境的学习与探索，在于活到老拍到老的永续创作与感动。我们也在这里祝福哲嘉往后的摄影作品更能够精益求精，让观众朋友可以透过作品来了解属于哲嘉的摄影精神。超级爱秀，等你来秀。这几年来啊，随着许多视障朋友在音乐方面的杰出表现，让很多人都误以为视障朋友的音感特别的发达，理所当然学习乐器比一般人来得容易。事实啊刚好相反，因为对一个正常人来说，在学习乐器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而且学有所成就已经很困难了，更何况是对一个视障的人，困难度可是比平常人高出许多。比方说啊，今天超级爱秀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视障朋友，虽然他无法视谱，只能够靠着录音跟强记来完成乐器的练习，但是凭借着一股热爱音乐的动力，让他成为第一位以全 A 的优异成绩提前取得美国音乐教育硕士的视障者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不知道他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乐器表演呢？今天他要表演的乐器是笛子，他还有个外号叫笛子先生呢。现在就一起欢迎笛子先生所带来的精彩表演。请看。
其实就是触类旁通啊，它有几种比较主要要学的，比如说竹笛啊，竹笛它是一种边铃乐器啊，它这种发音法如果你可以掌握的话，你再去吹长笛就可以比较快就可以进入状况。那、啊、如果是箫的话，它习惯一种箫的吹口啊，再去习惯类似的乐器，像排笛的话或是埙也会比较容易。对，而、啊、如果直笛的话，陶笛就它就算是同样类型发音的乐器，也可以很快就进入状况。哎，那像我手上拿这个葫芦丝，跟另外一种八乌，它又是类似的乐器，所以其实选一种，把它练好，啊，再去吹别的就会很快。哎呦，连桥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，竟然会偷偷上网看槟榔西施的照片。拜托，哎，你把事情弄清楚好不好？我找这些槟榔西施的照片，并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帮节目搜集资料。嗯，帮节目搜集资料？奇怪，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卖起槟榔啦？哎呀。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，我们节目怎么可能会卖槟榔呢？是手语剧场今天要演一段跟槟榔西施有关的戏，我才会找一下场景嘛。嗯，原来是这样，早说嘛，害我紧张半天。不过啊，槟榔西施都穿得那么火辣，我们节目的尺度有那么开放吗？还有我们这些听障演员中到底谁要来演槟榔西施？该不会是我吧？由谁来演这我就不知道啦。手语剧场看好戏，快乐轻松学手语，请看。我靠，也太辣了吧。哎，红色的，哎，太辣了啊！计程车司机也太爽了吧！不用看了啦，输定。L 啊，你的仙姑的身材怎么样？仙姑哦，其实仔细看还不错哎。喂，你们俩干嘛？刚色情过。哎呦，哎，漂亮的仙姑，来帮我当槟榔辣妹啦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才不要穿成那样。你不用穿的那样啊，你只要穿上高中制服，然后把裙子剪短一点就好，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嘞！如果让朋友看到，超丢脸。啊，你不是说在道坛帮忙很丢脸啊？你还不是一直也在帮忙？拜托，那是帮我爸。反正不管在学校就不在。你要去哪？你不知道他去台北吗？好啊好啊，你们都去台北啊。反正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放心好了啦，同学一场，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只是有点可惜，下次回来我就看不到我们学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学校要拆啦。旺福，我们回学校看看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给我看了！哎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了？拿来了！哎，拿过来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哎，邱总，邱总，请您享用，请用。你们一个个好色之徒，我才不需要这个玩意儿呢！快去准备拍戏，快点！这里面望远镜才看得清楚吗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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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爷怎么有空来呢？哎，我刚才啊用望远镜把周遭都仔细检查过了，哎，可以放心拍戏啦。哎，对了，制作人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您请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啊，嗯。你呀、啊，不要当导演了，嗯，去当司机吧。啊？什么？拜托制作人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哎呦，拜托。走走走，去当司机，去，来，望远镜给我。去开车。哦，太辣了吧！你看，紫色的，太辣了。哦，计程车司机也太爽了吧！对对对。来来来，来哦，来！大家好，我是优良计程车驾驶乔司机。现在呢，由我来为您介绍跟计程车有关的手语。为什么这是计程车呢？最早以前啊，计程车的里程表是左右转的。还有车顶的顶灯，所以呢手语就是计程车，计程车。握住方向盘左左右右转是开车，开车。开车的男生呢是司机，司机。开车的女生呢就是女司机，女司机。如果你要叫计程车啊，手语就是，打电话，计程车叫来是电话叫车。可是听障朋友没办法打电话，要怎么叫车呢？你可以到便利商店，利用触控荧幕点选来叫车。荧幕上呢就会显示到车时间，还有车辆编号，这样同样可以享受叫车的服务。只要有缘呐、乔司机我一定会为您提供最高品质的接送服务，保证你会觉得爽。嘿，爽的意思就是很过瘾，嘿，过瘾，过瘾，嘿嘿嘿。司机先生，你车子是坏掉了吗？挡在我槟榔摊前那么久，这样我怎么做生意呀？赶快走开！啊，好，走开，走开！我马上开走啊！走。哎呦！不用看了啦，你输定了。觉得仙姑的身材怎样啊？仙姑哦，其实啊，仔细看还不错啦。喂，你们两个干嘛啦？很像色情狂哎。哎呦，哎，漂亮的仙姑，你来帮我当槟榔辣妹。好不好啊？温刀会喊阿靠，有一个槟榔打，卖槟榔的姑娘啊，有真多人在打。打火机啊！来哟！哎哎哎！来了！问酱要不要加槟榔？
哎，谢谢啊，我是优良驾驶，不吃槟榔。这个一小颗在嘴里咬啊咬，手语啊就是槟榔，槟榔。这手语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栗子，区别呢是嘴巴很明显咬的就是槟榔。哎，这样你清楚了吧？不吃槟榔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哎，我来找槟榔辣妹啊。辣妹啊，指的是漂亮又时尚的年轻美眉，脸蛋很清秀，是漂亮，漂亮。至于辣妹呢，吃东西很辣，手会扇啊扇的，哎，那就是辣妹。辣妹。哎，问讲，不买槟榔，找我们槟榔姐妹花做什么？我不买槟榔，我买饮料啊。啊，问讲，买饮料哈，找我就对了啦。太辣了。太辣了，饮料不用了，我得赶快去接客人啊，辣妹，拜拜啊，拜拜，辣妹呢，拜拜，哼，难你了，拜托，我才不要穿成那个样子了，你呀，不用穿成那样，你呢，只要穿上高中制服。然后呢，把裙子剪短一点就好了，怎样？我才不要呢！如果让同学看到，超丢脸的。你不是说在道坛帮忙超丢脸的啊？你不是也一直在帮忙啊？道士啊，我刚刚受了惊吓，可以请你帮我受受惊吗？好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金灵，来来来，拜拜拜拜。各位瞧啊，道士正在做法呢。道教啊，手语可以照字面，道路教导，道教，或是也可以学道士做法的样子，道教。道教，就是这样。真是没用啊！台湾的民间信仰不只是道教，还有南无阿弥陀佛，敲木鱼代表佛教，手语就是佛教。除了中国传统宗教之外呢，还有从西方。真是的，西方传入的宗教，比如说他们在胸口画石，那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。手捏十字架是基督教，基督教。今天呢，有他们三位帮我祈福做法，我今天的厄运就该结束了。有劳三位啦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拜托，那是帮我爸。反正过完这个暑假我就不在啦。你要去哪里呀？你不知道他要去台北吗？你们都去台北，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呢。放心好了，同学一场，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只是有点可惜，下次回来我就看不到我们学校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学校要拆了。旺福。我们回学校去看一看好不好？好啊。OK 了啊，制作人戏拍好了，收工了。你辛苦了，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回家啊？
OK， 好的。哎，不过您等等啊，今天虽然我不是导演，但还是要以我手语大师的身份，好好的帮观众复习一下手语。哎，您再等我一下啊。行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过来。哎，观众朋友，我们跟演员呢一起练习今天教过的手语吧。计程车，计程车。开车，开车。司机，司机。女司机，女司机。电话叫车，电话叫车。过瘾，过瘾。槟榔，槟榔。栗子，栗子。漂亮，漂亮。辣妹，辣妹。道教，道教。佛教，佛教。天主教，天主教。基督教，基督教。哎，好了，练习完了，观众朋友请继续欣赏完整的手语短句。乔司机我呢要开车送制作人回家了。哎，希望下一集啊我就能够重回导演的身份。嘿，请看啊，哎，制作人，哎，起驾了，回来啊。乔大，这是你买的槟榔。哎，你，哎呀，还不去开车？快点开车！等等我！拜拜。来。哇，太辣了吧！你看，紫色的，太辣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哇，哎，计程车司机也太爽了吧！哎呦，哎呦，不用看了啦，你输定了。你觉得仙姑的身材怎样啊？仙姑哦。嗯。其实啊，仔细看还不错啦。喂，你们两个干嘛啊？很像色情狂哎。哎呦，漂亮的仙姑，你来帮我当槟榔辣妹。好不好啊？哦，拜托，我才不要穿成那个样子了。嗯，你不用穿成那样啊，你只要穿上高中制服，然后啊，把裙子剪短一点，哎呦，就好了。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才不要嘞！如果让同学看到，超丢脸的。啊，你不是说在道坛帮忙很丢脸？你还不是也一直都在帮忙吗？拜托，那是帮我爸啊。反正过完这个暑假，我就不在啦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嗯？你不知道他要去台北吗？嗯。哦，你们都去台北，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呢。放心好了，同学一场。我会常回来看你的，只是有点可惜，下次回来我就看不到我们学校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学校要拆啦。旺福，我们回学校去看看好不好？嗯。嗯。嗯，好啊。嗯。嗯。Thank you.
这是算是那个云南的一种少数民族乐器。其实如果我们去大陆观光，很多观光 地方都有在卖这种乐器。觉得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，可以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不管是自己演奏，然后自己抒发自己的情感之外，
你吹给别人听的时候，别人也会让你的音乐感染到一些美好的感觉。嘿，那我觉得很愿意，很想把这种自己在音乐里面得到的快乐，然后跟很多人一起分享。哎，你今天这么悠闲，还有时间帮盆栽浇水啊？这个小盆栽可是我今天一大早去排队领的呢。哎，算了啦，跟你说你也不会懂啦，你这种不爱地球的人。哼，哎，谁说我不懂的？啊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的一颗盆栽哦！既然呐、要种树救地球，当然就要种大树才够看了。哎呦，像你这种小盆栽呀、哎，闪边去吧。是是是，那我想请问你这位种树大师，等一下你要怎么把这棵大树搬回家呀？啊，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啊？哎，小凤啊，你等一下要不要搭我的便车？不用了，我有朋友要来接我，他已经在门口等我啦。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啊？摄影师，我知道你人最热心了，你一定愿意帮我搬，对不对啊？你别走啊！我们商量一下吧。来啊！Ha ha ha!